Hello， 大家好，好耐都冇同大家分享歇后语啦。今次又嚟介绍啲啦。今次嘅谜面都同神话历史人物有关。啲题目有好多都应该好容易。睇下大家又识唔识啊？唔讲咁多，即刻开波。3, 2, 1，八仙过海就是各显神通。3, 2, 1，九拗吕洞宾就是不识好人心。3, 2, 1，铁寡你踢波就是一脚踢。头先三条题目应该是超级容易啦。我只是第三题未听过咋。3, 2, 1，猪八戒照镜就是女外不是人。下题又来啦。3, 2, 1，阎罗王请人就是找鬼来做。跟住呢题都有啲似的，我哋继续估落去啦。3, 2, 1，钟馗开饭店就是鬼都唔理，系咪有啲似呢？ 3, 2, 1，王母娘娘蟠桃宴就是聚精会神。哇，呢、這个真系未听过喎。3, 2, 1，灶君跌落镬就是精神。拉屎三题啦。3, 2, 1，姜太公封神就是漏咗自己。拉尾两题啦。3, 2, 1，韩信点兵就是多多益善。拉屎啦，拉屎啦。3, 2, 1，孔夫子搬屋就是執书。这 game 玩完啦，大家又估成点啊？大家中唔中意今次介绍嘅广东话歇后语呢？希望大家喺留言度俾啲意见啦。下次我哋继续透过游戏认识广东话啦。今次就分享到呢度，下次见啦喂！记得订阅同揿钟仔啊！